记者丁伟杰嘉义报道，嘉义监狱一名李姓受刑人对男狱友生前诸手摸胸部，再以手指弹弄乳头，有时还以下体磨蹭对方臀部。男狱友事后诉请嘉义地检署侦办，但李男便称我没有磨蹭哦，只是摸但乳头而已。检方传唤另两名男狱友前来作证，却有此事。李男在嘉义地院院审理时只好认罪，被依性骚扰防治法判刑两个月，得一颗罚金6万元。起诉指出，去年9月22日至25日间，某日中午12时许，46岁李姓受刑人在嘉义监狱至舍18号房内，趁同舍一名狱友没有防备之际，动手触摸对方的胸部乳头，接着以手指弹弄乳头，还不自禁抱住对方，以下体磨蹭狱友臀部。事后这名被害狱友状告嘉义地检署，李男否认磨蹭狱友，便称只有摸但乳头。检方传唤另两名男狱友作证，认为李男说辞狡辩，予以起诉。李男在嘉义地院准备程序庭时即认罪，法院简易判决2个月，得一颗罚金。